个猜三个啊。这边好安全哦，这边怎么回事？现在有海洋帮跟树顶帮哎，树顶帮。树顶帮。我想看看，帮帮帮帮。地心帮，我好想去哦。你想下去吗？对啊，下去玩哦。那你就下去地心帮吧。那我下去，我去找那个地心的。你有多一个木材吗？我们 friend 的。有我一个木材就好。我只喜欢在树上跳来跳去。太和平了。我接到吗？我没接到。现在光头。我们是各种帮派成立了。有小城市，有小城市。哇，要被灭帮了吗？啊！你们要撑住啊！飘起来了，警告飘起来了！要灭国了，要灭国了！哎，警告节目跑在这，快过来！要灭帮了，要灭帮了！小心，小心，城市！有个，哎呦喂呀！我画面，我画面，已经哇！你看，有人已经来硬的了。好扯哦！什么东西？弟弟帮有点强哦！哎，先高先先高先低啊！弟弟的，弟弟的，弟弟的，有弟弟帮来了！我们这边是不够高啊！五分钟还有五分钟，还有五分钟，弟弟帮了怎么上来？哎，我们要去上面嘞！要稍微高一点的地方。对，可是上面有僵尸在看我啦！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！有够高，不要！我们这边好像太低了，我们大概要往上跑。地理班有问题，地理班有问题，上不来吗？有库工不是有库工？有库工被狗咬啊，可以的。库工很可怕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！我现在在绕圈圈呢。你在六城市吗？这一步？沉船了！啊！你沉船了！听到怪的声音很可怕。我看到弟弟帮的来了，我看到弟弟帮的来了。不可以帮过我帮派的人，哎、欸，小心城市，小心城市。哎、欸，我只想要找吃的啦，为什么鸡呀、啊欸？怎么又受伤？弟弟，哈哈哈哈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我发现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啊、喔，怎么了？你该不会观察者也可以挖？观察？哎哎哎！沉船了。观察者是很厉害的、啊。下面那个吧，下面有岩浆块或是那个。什么？其实谁在我旁边呐、啊？沉思，沉思，沉思。糟糕！你是走刚那边可以啊？我要。上岸吧，我决定了，海洋帮我们来打架。不生合理。不要不要！海洋帮，打他！树上，我来附身哦。树上帮帅呢？我也要来弄你们啦！不是，雨月一起加入我们，快点！一起附在杨身上。等一下，杨洋好恐怖啊！杨洋体会。杰瑞救我！等一下，我杀了猪啊！哇，踩地雷！现在踩地雷，好多，感觉需要更多的附身合体。真的，哎呦，不要跳过，不要跳过，不要跳过，差一点，那直接附身在他身上就可以了。真的吗？真的假的？我就是这样，我就是这样。好，我来，我附身他身上。可是这样子，他跑起来可以吗？没有没有，不会，也是可以。不会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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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恐怖！加倍，已经没有，这是 TNT Rock， 哈哈哈哈哈！附身大师，附身大师，杰瑞，好难哦！我也是，狂跌，我很会跌。这里我们一定需要更多的伙伴，我们需要更多伙伴啊！
这边不是，这边不安全，这边不安全。这是哪里啊？不是边界在哪？Z Z Z， 哎呀哎呀，这里是圈圈外哦。等一下，这不是哪里？我是谁？很快哦，我要来换标题了。哎呀，掉下去，掉下去，掉下去，杨毅可翻，杨毅翻。哇哇 ！X， 哎呀，苦力怕苦力怕，让你在破风哎，直接破风过去，哪里啦？团团。你怎么知道是我？你在笑最开心哦！打起来了，别怕、啊！什么？我要怎么打观察者啦？要打我？洋洋，你这样不行啊！洋洋，太可怕了，这个。洋洋，你可以找找一个完蛋，我死了。找一个人不是吗？限高限低哦。健康兄弟哦，怎么还有小僵尸怪啊？小僵尸会不会也可以啊？不是啊，我在边界外啊。还行，跑起来啦！等一下，哎不，不要不要，你下线了。不要在我身上，完蛋了！哇哇，没事没事，等一下我还有事情啊！快点快点快点快！哇，比手速的时间，速叠速叠，速叠快点，还是叠快，叠快，叠快！反应是两颗星。好笑。对啊，当当人变一手的时候，就可怕了，真的。这三个没有在看看谁平常带人比较差、哦、有没有？真的，我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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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！不要！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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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点快点快点！小僵尸在看你，快点冲！欢迎家人，我支持着你，我第一人称支持着你，还被你带高，我来换附身杰克好了，彪林死了，杰克杰克杰克你完了，杰克换你了，不要。还想上去啊，杰克！杰克！这个要小心，这个啊，小僵尸！杰克！这个小心，这个小心！不要！杰克，不要！我两个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！水水水！右肩好痛，我的右手酸。我直接把方块放在副手了。好麻哦，这个，哎呦妈！这个当观察者，我觉得好好玩，还不错哎。哎呦，好，拜拜。那时候一死掉，发现哎，怎么还是有破坏？对啊，马上去找好妈鸡，真好玩，超可怕。我一样活超久哎，对，超累，累死我啦。很重要的是。那个反星为什么还有皮革装啊？哪来的？那个沉船捡到的。哦，沉船。哇哦！海洋帮，狂！海洋帮厉害。好啊，休息休息，休息啦！辛苦啦！辛苦啦！拜拜！拜拜！啊，对不起，我走错位置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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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回避铁桶吗？回避三发铁桶。嗨，嗨，怎么回避铁桶？怎么回避铁桶？我觉得那个回避铁桶，哦，填充哦，回避铁桶。我觉得那个回避铁桶按起来很麻烦的。它就是回避而已啊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你要是被吼掉的话，在装填的那个瞬间被吼掉的话。那就跟你这个单发田中装田被吼掉意思一样啊。对啊，对啊，那差在哪里？不是啊，我如果被吼掉，我想要再用的话，他如果要那个按键很麻烦。我不懂什么意思，就是他你就啊，我忘记做结尾。感谢今天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。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是繁星，我现在都在 FB 7点直播，有机会可以来看看我哦。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好了，结尾完了，我们继续。
忘记收尾啦。他没成功就蹲下来舔啊，就那个点我就觉得很麻烦。你们在聊什么？冲枪的吗？那个弩，弩，我不懂。侧甲轻弩，侧二轻弩。哎、欸，我想玩轻弩哎。可以啊，我做好了，我现在来玩。先去做一把碎龙啊。所以现在，侧甲重弩是、那個。切胶。你现在打的这一支。对，很强。该不会是天地龙吧？是的。因为他明明冒冒。两个人一起射，那你们满了啊！我继续抓小动物吧。啊，可好？我双脚。我看一下要什么，就在最后三十分钟抓到三只稀有的哦，好爽！错啊！你脚小声一点，开台，姐姐。你还在开啊，小姐姐，对啊，此我以为你关了。你再不挂台啊？没有，我的 FB 已经不是你啦，不是你啦，不是你啊，是我了。对啊，这边、我会嘴的只有两个人啊，一个是江江，另外一个还是江江。我总会嘴 HTT 的，对不对？你看都多舍不得，全部领。好了，我来了。就没道理要嘴我，切，这么友善，真的。好啦，有缺我再进去啊，没缺我去抓抓，调查，抓哪里啊？小动物，抓小鸟可不可以？可以。有个小鸟叫小蓝哥，还不错，可爱，你要看看吗？不要。我可以给你看我的小蓝哥。好，我的生命保险是啥？猫的生命保险就是那个啊，猫的报酬金啊，就第一次而已哦。它跟报酬金会冲突哦，所以没有，我只是刚好看到新的东西啊，七成九定。哦，那个我昨天的那个啊解完了，所以你们也可以吃到。哦，欸、那、這個、另外一个猫的那个生物博士就是增加稀有率，增加那个啊。我知道那个，我知道。好，你最棒。我怎么都不知道，你不棒，心痛。他要删好友了，不会，他不会删，要删他早就删了哦。我找一下删除在哪里。我教你，我最近有在看。小型魔物，好。你还在乔装？我镶嵌好珠子就好了，抱歉，马上好。啊，慢慢来啊。不然你还在挑装，他还在录猪。哎、欸，所以等下是你们四个对不对？Hello 啊啊！我们怎么样？四个啊，四个啊，那就好了。哎、欸，奈斯在吗？他在啊，进去的、啊。OK。我都没听他讲话，不知道是在不在，我还没有看。我还没有进去啊，我还在被抓，还没有看到本人。真的哎、欸，啊，鬼王武器都没办法打掉哎。哎、欸，我想打嗝哎、欸，关麦，还敢打？或是你可以隔出少女那种嗝声？少女嗝声是怎样的嗝声呢？我还真的是没见过。少女，你可以叫 HT， 那就从另外一边出来啊。屁声吗？不，不知道、欸、我这边放。那个不知道我会不会听得到？你可以隔，你每次隔都隔超大声的好不好？因为是麦克风在我旁边，不然怎么办？你可以就是遮一下，像少女一样啊。遮了还是会有声音出来、啊。你的脸朝另外一面的嘎吱窝那边，然后用手遮住嘴巴隔，够少女了吗？我试试看。我酝酿一下哈，等我一下。酝个头啦，形象啊，姐姐。没有，我没有这种东西。你在台上还是有的，你有啦，好，有很小声，可以。已经训练好了吗？可是那个 level 不高啊。好啦，好了啦，够了啦，够了啦。据点用任务 Ctrl
快点，那个音乐受不了了。嗯，等下啦，我在考虑要吃结石回避珠还是抢走回避珠啊？怎么样？要不要帮我选择一遍？抢结石吧，我觉得可以。我是想抢走哎、欸，抢抢谁？他不是中弩吗？为什么要配那个？啊，我是青弩啊，兄弟。哦，青弩那个，那青弩就可以了。军啊，可是抢走有需要吗？抢走在接招的那个减耐力会影响到吗？是哦。会吗？他说吗？他是说吗？他疑问句，他是说吗？会吗？就是吃，不吃抢走的时候，你被攻击的减耐力的那个，你是说、会减的比较少吗？轻弩吗？哦，不对，他是轻弩哦，哦，那就抱歉，你是解释。我在想说，为什么轻弩被打到要减少耐力？想装盾啊，轻弩。好忙哦，我都不知道你们的问题在干嘛。猎人比以魔力代替体力，魔力护盾听起来怎么那么像某个游戏啊？魔力护盾，那应该就是你想的那个游戏、啊。原来如此，还好那个我还记得。小蓝哥，那我要拿出我的带骨香。我操！你的妈呀，姐姐！算了，我还是装破坏王好了。好。啊，还没打、啊？还没有，他在等，等他。哎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虫人，毛吉的圆管。会香肠汁跑出来了。香肠汁，圆管，毛吉。哦、太可爱了吧！我继续去抓毛鸡了。现在羊片的好贵，真的，好惨啊！以前看那个乐视还是什么，只要二十块啊，十九块、二十块，嗯，差不多。现在是三十块呢。嗯，买中包的哦。就是最小的那一种啊，有这么贵啊？你去全美联社买啊？我去看哦，美联社离我家好远。远。动一下，罗马不是一千道成这儿啊？啊，好懒哦。啊，他很喜欢他现在这个罗马。好吧。他造成了这么久，你还要他不是一天造成的？他等下。也是啦，我害这个遗，如果这个遗迹不是遗迹，古迹，遗迹，对啊，等下塌了，你要赔吗？赔不起呀、啊，它是一级古迹耶，所以我会怕。哦、啊，给我高级餐券吧，拜托，我需要好多。我来了，可以吃个饭吗？可以用餐券吃个饭吗？都起，可以用餐券吃个饭吗？有没有理我啊？我们早吃完了，再见。去死！自己吃，去死！我诅咒你们！奈斯，奈斯还在啊？奈斯，猫三猫出来，拜托！拜托！我刚刚炼金炼到两个天之龙人票券，我今天炼到一个，那个真，我也炼到一个啊！我真的啊！看到那张我就傻眼了。一样是暗着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。暗着还可以按出两张天之龙人，那我只好配一下我的东西。啊，不见了！我不能看讯息，所以你们我今天去我的瘴气之谷，想说找毛吉，一直找到黑轰龙。我好怕哦，我该注意什么？没有啊，黑轰龙就比轰龙比较麻烦一点。他不给我剪击、啊哦、他的吼叫他吼叫比喉咙还痛。我就忘记这一版的黑喉咙会攻击怎么样。
你还会忘记你打过、喔？我看过啊，可是我忘记了。赶、哦、快等级练上来，我们去打。我已经在练等了。我很想要打地战蓄农啊，可是 LV6。你在卡等级吗？哎、欸。对啊，我想说你们要用我都卡等级、啊。哦，辛苦你了。谢谢。啊，哦，委屈你了。你们赶快起来，不然杰超很委屈。当初不带我一起打，真害人。啊，这么多！我比较好奇是，我当我对方的时候，那等级的落差在哪里？对，我也很怕。应该还好啦，你就跟我差不多、啊。下一个，你就算有落差，你也是跳卡在下一个任务的等级。对对对，我就说直接衔接上来的，对，无缝接轨。我想说会不会直接将无缝接轨？那、啊、你今天下午在干嘛？看你在那个。巨魔之地、哦、我就一直在刷那个素材，然后打练习术啊。哦，故意插一根骨头在里面。你们听到这个很油很油的女生的声音，是红丝口袋的江江。她是一位会师。我们是打罗认识，哎、欸，是吗？哎、欸，江江，我们怎么认识的、啊？你吃太饱了。哎、欸，罗马，我们什么时候认识的？吃太饱。我们吃太饱认识。奈斯回来了吗？啊，他已经回来了，呵呵 他只是在等你们了。那就换他等我们了，是不是？是。啊，江江人不见了吗？我觉得他在吃太饱。大家轮流消失。哇，你们好麻烦哦！要不要不然我们直接出团了啦？可是开房的是江江，你就抛弃他。喂，啊！你们回来人嘞？巨魔之地，我也要。不好意思，你进不来。我刚关错那个了。麦吗？对。关到什么？我的耳麦。我关到我的耳麦，可是我现在用的麦克风不是耳麦。看。快，所以我找找找找找。哦，等你好久、哦。开动、哦。哎、欸，有谁有？哎、欸，对了，那次有跳落伍。有，我也有，我是青奴。哎、欸，有吗？青奴有吗？青奴有、啊。是有吧？我不是青武器吗？我是重武器吗？这个、啊。结果你掉下来是你的什么通常弹二，有什么没的？有吗？哦。说不定你可以。当你那把青弩砸下来，那就变重武器了。一代，哎、欸、安、啊，你们那边不是有个人请你带他打那个监视孽镜啊？有吗？哦，我帮他打完了，就是我跟你说很麻烦的那一个、哦。我知道啊。啊，快啊，有掉落物吗？哦，有江江不是吗？有掉。什么？来了。哎、欸，阿美拉喊他是不是？过来，过来。来了！开始走！上啊！我怎么没抓到？哦，终于按完了，我可以出发了。我去，帅！我忘记带不动，我要惨了。要被削戳成智障了。啊！结果要高级餐券才给一个，平时不想给，不想要，给一堆。那、啊、下一个谁要撞啊？我来。我看一下、喔，我们还缺什么？我没有掉落物了。哎、欸，我有看到一个了。哎、欸，靠背，他居然没有。哦，应该是勉强可以的、啊。我在撞的是啊。猫的生物博士，吃起来。是。碎啦，再来一次。哎、欸，我没有设定到。现在是晚上。双洞土。一次招解。啊，这区在干嘛？
我设一下捷径，我没有设定到。好。好了好了。哎、欸，我那根呢？嗯？哦，在那边看到了。哎、欸，不对，看错了。嗯？来了。啊！被打下来了。我等下把打雷狼龙啊、哦！我今天就是找他血死的、啊。不找我，我就缺天。挺好的。啊，我是说巨魔的。对啊，一样啊。好好吧。也是会掉啊。昨天被他弄死那么多次。都不救我，不救我。What the hell？整个下午就在找人打打，结果，哎，啊，哇塞，一点不够。我有讲、啊。你有一整个下午，我可以陪你啊。什么时候？刚刚吗？还是中午有讲？一直都有讲。真的吗？我没有听到、啊。我还知道你在刷素材嘞，还叫那个说先别进去吧，他在刷素材。我有记忆中你有讲这句话，我没有记忆中你有讲这句话。有没有神带鱼啊？没有。那我们现在要去那里？晚上。哎、欸，那干嘛？哎、欸，晕了哎、欸，被我晕了、欸。我记得冲轮斧的盾牌会挡啊，让人家晕吧？我没有记错。那个瞬间不是吗？没有啊，我没有瞬间，我防御很久了。哦，不是啊，是攻击那一瞬间。没有啊，你是说剁下来的瞬间吗？切换的时候是吗？没有，不是 GP 我是。盾牌按着，一直按着，按着，按着那个。没有、啊、切换的话是可以直接接超解啊、嗯。那个是 GP 啊 ，GP 才会让他晕吧，一般的不会。可是我没有 GP 啊，因为我在射侧甲啊。啊，是你啊、哦？哦，我觉得奇怪。林立鸟，林立鸟。啊、他下去了。晚上晴天 ，Go Go！ 震动棒。哎呦！哎，这个，他竟然会喷石头，我都不知道。谁傻了？哼！对，有古龙吗？没有。哦哦哦哦！啊，掉了！又出了，冲啊！回家！又出水母啦！那、啊、你今天把稀有环境生物全部抓完了，可惜。没有啊。那、啊、你缺什么？忘了哎、欸。毛吉。毛吉有。
可是牙种的毛吉没抓到。啊，毛吉还有牙种？有四个区域都有。我最想要是那个怒珊瑚的，是粉红色毛吉。荒地的是戴头盔的毛吉，戴那个矿工头盔的毛吉。啊，瘴气的是全身黑黑、眼睛发光的毛吉。哦。然后那个森林的话是叫青苔毛吉，就是绿绿的。晕了哈。晕了晕了，就在等你晕。还有神带鱼还没有，那个在冰原的，好白痴哦！哎，差点去世。安安，刚刚不小心闯进去听你唱歌，不好意思啊，走错房间了。好像可以吗？我觉得好像有机会哦、喔。别人呢、欸？不小心的，他在后头就有机会了，突然就红眼的啦。啊，有一次想进去听，结果他们说：“哦，你来了，不好意思。”那就好，我走，我走。不想打扰人家唱歌，我真的，我离开，我离开，你们继续唱，我离开。大水木，大水木破了第一阶段的。大水木。什么？他嘴巴这样塞了钢塞，我现在才发现。那嘟在他的脑门上。我现在才发现，应该是在晕倒的时候插的吧？对啊。啊，掉啦！还有一颗，不要怕，我们还有一个机会。有吗？像没有。哦。啊，晕了。啊。Oh my god！ 我突然忘记这中毒，心脏怎么办？哎，真的带杜藻珠很有用哦。那是干嘛的？你踩在沙子里面走很快。哦。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？冷门珠子。我说杜藻珠很有用，所以我问啦。哦。我怎么知道他干嘛的？我从来没有带过。Oh my god！ 有没有灵力鸟啊？哦，抓起来！还有那种亚种的环境生物要大金很麻烦哎、欸。啊！我今天有抓到月光蜥大金。可是任务没有需要它。对啊，没有。哦。耶、yeah, ，好棒哦！你有、欸，我只很爽想分享一下。你好棒哦！为什么你有？我就在等你这一局。好了，有没有很爽？有。好，虽然很敷衍，不过太大了，让我爽一下。好，然后我等下把江江踢掉。啊！厉害！我要多听你妹妹的声音。在，哥，哥，你要不要吃宵夜？好，买给我吃。敢叫你妹、啊？你把你妹赖给我，叫她出去买。
呀！啊，晕了！救我！你还是很疼你妹妹的吧？在上面。补伤。抓三只水母放家里。嗯。晕了。哎、欸，掉了吗？眼壳？还没。没这么快吧？欸、这个破哪里？那左边要黑一边才算呢。哎、欸，有了。掉了，掉了。来复仇时间呢？有没有啊？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拜拜。没有，没事。拜什么？没有水母。哦。抓回。我的爸。我的爸。再会啦。眼壳呢、欸？我看到了。哇。哎、欸，那你们打很快啊！对啊。哦。七分钟。七分钟、啊。十分钟。哦，吓死我了。啊，咸鱼。哦，我没有。我把眼壳磨成咸鱼了，各位。我也差不多了，我有一个。险峻，够很险哦！好爽！我觉得这个还蛮强的、啊，没有到很烂，虽然后坐力有点薄。碎龙的吗？后坐力是个问题，对吧、啊？那是一个缺点，后坐力、嗯。而且没有节操讲的那么容易断啊，其实还蛮好玩的。尤其是有配合 B 型能武，我根本不太会被他吼到。是这样没错。哇、哦，这场四颗咸玉耶，各位，好爽、哦。多两颗啦。我的结算报酬又给两颗。可，桃色物118是你射什么？哦，他的那我的那个，哎、欸，哦。我那个算投射物、啊，应该算吧。而且我也有68，从来没射什么东西啊。换我出现了，魏王。这边还有魏王吗？还是已经过了？嗯，我的已经没了。那换我的，我还有。如果你还需要的话。干嘛？你害羞吗？不用。好，不要。你是不是很害羞？啊、我要打雷狼。战痕呢、欸？为什么你会有战痕呢、啊？天哪、啊！黑狼鸟吗？对啊，还有战痕。他不是去升阶了？哎、欸，他升阶了、哦。他，你看他升阶了没啊？没有，他还是69啊，69。你好夸张哦！哎、欸，马二四就可以打哎、欸，那我们来打这个啦。哪一个啊？战痕黑狼鸟。真的假的？二十就可以打？快，那你撕开，我们打我黑狼鸟的长枪。三次绿蝶倒下，你怎么那么好啊？我要买一次绿蝶，要买两次。嗯欸、对啊，你的都是他妈来乱的。我操，虐我愿意啊！他给你的任务都很夸张啊。妈的，要挑战极限、欸。你说奖励怎样丰富吗？三金、啊、四金吗？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有啊。重点是，重点是投，就是投资报酬蛮高的 啊，但是风险高啊。那、no. yeah. 那我的投资报酬好了一点呢、欸。我嘿。Hey,没有，我问他们是不是想打战痕黑狼。
对啊，墙啊，在等你开啊，我已经站在前面等着墙了。不错，那我可以玩吗？江江，你可以先吃东西吗？好啊，我吃给你听。好啊，耶！就知道你最可爱了。啊啊啊！我是不觉得这个，就知道这个罗马最壮观的，这样吗？这样讲出违背良心的话，罗马，摸摸你的良心。我几句话？哈？几句话？几句话？几句话？哦，好，了解了。那卡比兽是肚子上长一棵树，是不是很可爱？那个肚子，我觉得可爱啊。还有小小街小路跑出来，嗯，变装备。哎、欸，我今天配了一个 KO 级的。可是我真的是 K 不出来，没什么感觉，对啊，状态差了吧，或者是技能给太差，要么这样，要么就另外一种。嗯，刚不是有人用战卷？我刚回来啊。哦。为什么不吃我的战卷？哈。你是听不懂人话，我刚回来。你为什么不用我的餐具？好，等一下进去忙完，我们再来吃。好，好，好，说好的哦。靠谱。这场谁没死，谁就是战犯。好。我们啊，那一只开始要哭了。好不容易出现战神 A 蓝就要掰了，没错。可是直接被玩掉，只剩最后一次。没有，应该是新的吧？为什么你会有啊？对啊，我也不知道。你是怎么？你是小猫探险去的还是？应该是自己挖的，是挖痕迹。哇，你很会挖哎、欸，很会挖、欸，战神像我都一直挖不到驯龙的。你是要力战驯龙哦？哎、欸，在我旁边，我先走。八号营地，八号营地，八号营地。有在挖金凯鱼啦。好啦，我说八号营地啦。我好像有一点点掉帧呢、欸，看来要重开一点了。哦，对，这个任务20分钟，快速度，速度，不要切。好，等下我看到雷狼。有雷狼，有不眠、欸。有雷狼哎、欸，要不要先杀雷狼再来？20分钟哎，他真的要哭了那次。其实我们拿到了一堆雷狼的那个奖励，黑狼你有没有说我都是失败？红色兔子，再抓一下。开鱼，哎、欸，他跑了。OK， 我们是在浪费时间吗？是。去哪里？下次就会看到奈斯默默的自己玩任务、哦，自己玩了。他直接开打，不管我们。限定一人。对，把房间锁起来，然后给我们看。看到在打黑狼鸟，限定一人。四人难度，一人共享。你们这群王八蛋，刚才吃我东西，害我出事。看那边，撞那边，头嘞头嘞，哦，头在这，石头嘞石头嘞，哦，石头在这，啊，没有了，两把中我看他怎么起来，再加锤锤，我看他怎么断尾，好。有啊，奈斯啊！啊！哦，中毒了！有晕了！你可以解毒了。是啊，先补个血。好，没有大汉方。
不会破坏。天哪、啊！再撞一次，再见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怎么是肩膀？